優しいミーヨン。是哦。快快让座，来。拍什么照？害羞害羞。是吗？好 pure 哦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XF Live。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，对，10月10号。虽然我们身为一个科技阿宅，可是我们也不能只是废在家里了。对，要出来走一走。我们还是一样，这一集带大家出来传钓，又是传钓，又是传钓。对，那这次的传钓，今天的风浪相对的是比较高，比较大一点，1.5米哎。对，所以先卖个关子，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人会晕船的。我很怕我晕船了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在还在，我们现在还在船边等。旁边吃香肠。等，对不对？刚才是台客，台客可以去锁定他的那个废片的频道。排第二。对，那再来就是谢老板也一起来，我们是。F4，不是传钓四人组，永远都不缺席。我进不进去啊？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就在等。可以的，我们现在 FUXK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会被ban掉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船边等船，等船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上船了。那我们就期待今天的 XF Live 带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对，看谁会晕船。好啊，走。Hello。现在已经上船往外海出发了。今天的浪跟那一天比起来，真的有大有大。在还没到外海之前就感觉到浪了。也希望今天不要晕船，然后可以顺利的把这一次的 XF Live 的那个钓鱼之旅把它完成。加油！现在船到了定点了，那我们要等候。船长的指示，我们才能开始下竿钓。可是呢，在钓鱼之前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今天的海上没有那么平静，跟上次比起来，发现我还没开始钓的时候已经有点晕了。可是呢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只要开始下竿以后，就可以解除这个晕船的感觉。希望今天不要吐，我们就。钓鱼去吧 ，Go！ 宵夜时间要煮宵夜，看起来滚烫的感觉就觉得很爽。等下我们就可以等着吃宵夜。哇，肚子好饿，真的很饿，我要吃宵夜。拜拜。船上的宵夜已经煮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开始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今天的钓况还不错。所以现在要吃宵夜时间都没有人要吃，对。然后今天有钓到一只烟仔虎，所以等一下台客还会做生鱼片给大家看，给你们看了，给我吃，我会尝试看看在船上直接吃生鱼片的感受。
好啦，那现在话不多说，我先来吃个宵夜再继续钓了。今天船上有个特别节目，就是现杀的哦，现捞啊，很捞啊，很捞啊，很捞啊，就是现钓现杀现吃，哇，现在太血腥了，我等他杀完我等他杀完，再给大家看，这样子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他这太血腥了。瞄眼瞄眼，炖汤多好啊！哦，来来来，拿去当，拿去钓虾，钓虾。然后呢？现在台客在杀烟仔虎，烟仔虎其实肉很长，那边有没有？嗯，把它的肚子取这块肉，人有没有？最好吃的就中间那个，它那个鱼骨有没有？来看下去吧，拌好了。现在台客在练，准备，他还准备了三盘，太专业了，超专业了。第一次杀鱼就上手，专业。然后我们就有成片，它切起来第一面，哦，这个斜放的又可以啊。对，然后这个肚子这边不要，这边然后中间这一块嘛，对，这块不要，七十三就这样而已。那么毅力啊！然后你这个皮呀、啊，你可以先，照理说我是这样，我先撕。如果已经切好，切干净的做，清理，清理善后一下。锅子拿出来，你要剪刀手不输的吃。我先吃，笑了。看整片就好了，不要切斜片的，不用切斜片的，切一块一块的。对啊。你不用沾哦。吃。好吃。新鲜。真的新鲜。人家厨师要先吃，你就先吃。切生鱼片，一边在叫那个 wasabi。老弟，老弟，现在请主持者，主持者台客要开吃。对，全部杀戮的过程可以在台客的频道看到。假的是你哦，吃哦，来，慢慢上菜，来。买什么照、啊？害羞害羞。好吃吗？好 Q 哦 ，Q 啊 ，Q 哦，一定很好吃。我要吃一个，我要吃一个，我要吃一个。好 Q 的，变回啦。哦，我不要有血的地方，什么都有血啊。专业。我吃了。是是是，可以耶，好吃。嗯，这样还难吃，那还得了 ？Q Q 的，很 Q 的。嗯。换掉啊。行哦行哦，现在刚好在换碟，他在控档时间。不错，知道。真的啊，好生鱼片。对，我操，这个肠胃不好。黑粉柳鱼啊，很大只。大只的吗？大只的，不用五指，不太行。多大只啊？很大哦，60米耶！看到了，花式的，哇，也是很大只的，花式大只。这个被你绕了好几圈，这只还不错，这只是合格的，差不多3.5指。刚说没有就中。对，今天一样是8点到2点，对，他大概不就是出来关掉，然后现在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回程的路上，今天钓的还不错，就是说8点钓到，然后烟仔吃掉了，对，刚才前面有看到我是当场做生鱼片把它吃掉，其他的部分呢钓了没有2。2只的太小，没有放生的。那这一集的 Live 的
钓很多鱼，回去要处理麻烦，所以我是一个最后都在船上现杀。对，那这一期的 live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那记得赶快要订阅我们的点赞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因为在我们节目吧，对 ，IGMP 很大，没错没错，小铃铛，没错没错，感谢台客。下一期的 Time Life 可能就会带来不一样。